不是每一间房子都会给漏水保固哦。保固是这样，自交屋日起六个月哦，万一发生漏水问题，好、哦，修复漏水工程超过一万块，买方只要付一万块，还是要付钱，中介付钱，好、哦，但是超过31万，零加出，就是房仲出30万的意思哦，房仲出29万的工程款，好、哦，懂吗？好房网带你聪明买好房，想住哪就住哪，挑选理想区域，降多少帮你整理好，找出低于实价登录好房，加 LINE 先看最新破盘价，您想要的房子都在好房网，快加入聪明买好房。这叫漏水保固，那修个漏水怎么可能只有29万呢？这个只能够在好的屋主屋况良好的房子才有可能发生，好、哦，才有可能发生，哦，所以你要怎么做呢？屋况说明书拍照存证这件事情，没有人会做，甚至屋况说明书是什么你都不知道。好、哦，房屋现况拍照也要存证，天花板要爬进去看看，这点很难。20年以上的中古一定会漏水，你就这样想就好。20年以上中古一定会漏水。